这么会挣钱，你不要命了？十二岁的我弄丢了妈妈的2000块钱，我老实的给妈妈解释，结果换来一顿毒打。晚上爸爸回来了，又是一顿毒打。晚上洗完澡，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上了床，结果在床上找到了那2000块钱，然后我抱着我辛苦挣来的钱，安心的睡了。